药品，没想到派上用场。这衣服的尺寸也太大了吧！我帮你吧。哦，谢谢。怎么这样，很尴尬。折个袖子有什么好尴尬的？除了折袖子，如果你有其他事需要帮忙的，比如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，我可以跟你一起讨论。想办法再问你。哦，那我可以要你手机号码吗？可以通过手机联络。我的号码应该过一下来就有了。我尊重你，你肯给我，我才要。我该做事情很有原则了。你决定很饿了吧？待会儿带你去个。